我是大梅，来赶海了。今天风好大，差点把我130的体重要吹跑了。往里走吧 ，Let's go。这个是啥？感觉跟头发一样。哇塞，龙须菜哟、哦，这个可以凉拌的。带着。这边有织纹螺出现了，这个，这哇哎，哇塞，这个织纹螺在吃它这个肉，能不能看它在吃？在这呢。哇塞，哇，好厉害，感觉这个肉已经被它咬掉了。这个是啥石头？感觉有点像海葡萄。这个石头怎么这么奇怪？这个得必须放鱼缸里，这好看，收了。龙须菜，又来龙须菜。这个是啥？猫眼螺的壳。小看壳啥不是。我的对手又来了，织纹螺。干嘛呢？这是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一个粘上去，哎呦我的娘嘞，这里面都有。哎呀，天哪！赶紧跟我走吧啊，毛兄，走。这一窝太吓人了，你们有没有密集恐惧症？一看的话，是不是头得翻白？你说我跟你们抢还是不抢？抢的话，哎呀我的娘嘞，哇太吓人了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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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洗拜拜，宝贝，赶紧跟我走。这边有情况，这边身子出来了，哇塞！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它是一个，哇，这是一个大的月亮贝，好大，长得特别像月亮啊！收下，开心。这边还有泥螺嘞，这个泥螺还有一个泥螺，这个也是泥螺，天暖和泥螺就出来，这边还有泥螺，是不是？现在天气太热了，你要猫眼时间长的话。它就直接就牺牲了，就死掉了。你看，这个肉都缩进去了。哎呀，天亮了！这个它已经躲到泥里了，织纹螺还是不放过它。你们太残忍了，你们真的是太残忍了。这个是不是白鸽？是一个空壳，啥也没有。这边还有个海葵，小海葵。哎呦，哎呀妈呀，走，不行不行，太小。不行，跑了跑了跑了，还有个泥螺呢，泥螺今天好多、哦、哇，这个花甲它也是一窝一窝的，如果是被海风吹的话，它就一窝窝搁浅起来。摸一下还有没有，我感觉跟小猪佩奇似的。弯泥巴，弯泥巴，哎，这好像还有，哇，这泥好滑哟！我们一起做海藻泥吧。我感觉他在看着我，他是让我在救他。旁边又爬满了织纹螺，织纹螺老弟啊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哇，这还活着！我的天哪，快甩干净，甩一甩！哇，呜！还是跟我回家是最安全的，宝贝，走吧。这个应该是花甲，但是我看到他俩可逗了，你看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带着往前爬。这分道扬镳了，好多织纹螺，这还有呢，这还有花甲。再找找看，一般退潮之后的话，沙滩上就比较有花甲，挺多的。这一个，哇塞，这贝壳也好看。今天这边花甲好多，哇，还有贝壳，这个应该是海葵吧？哎呀，水花四溅，今天得拍，哇，这个好大，这个海葵，这个带着，回家给穿子补补。带着。天气太热，你看它这个舌头都出来呼吸了，哇，这好多肉，这肉好鲜呐、啊，一个两个。这边应该还有，哇塞，这个海葵好大啊！你看它旁边都是白，哇哇出来，一二三七，哇这个好，这个很大很大，这个绝对是粘在石头上的，哇，这个可以带回家。这边还有一个臭鱼哦，
这个不像海里的鱼，感觉像那个草鱼啊。这啥鱼啊？这个留着回家钓螃蟹应该不错。哎，不但太臭了，感觉好臭。这个鱼有点吓人啊，这个都已经干了，怎么这么多臭鱼呢？可能天气太热了。哎呀天，上面招虫子。走吧，花甲吐了一夜沙了，现在给它洗洗。哎呀我的天哪，好脏啊。热锅倒油，葱姜蒜爆香，加入一勺黄豆酱，倒入花椒，续上点啤酒，加入少许生抽。少许青椒，加一点糖提鲜，出锅。开吃。味道不错，香不香？不香，香。我觉得香。不咸，香。不大够啊。老规矩，走一个，每天开开心心啊。你个电话找我。啊，这是我的。这是通风套餐，来开开心心，先走了。我不是先走，我是先干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太爽了，太有那种烧烤摊那种味道了，真的。我都清凉了。哥俩好，这吃花甲会减肥，这喝啤酒会发胖的，那不正好想补了吗？最近比较虚，补一补。要不你喝汤吧，我吃肉吧。那多不合适啊，太委屈你了呀。不委屈。川，你看这逼，可乐川，哎呀我的亲娘，这个太傻了，哇塞，一口一个，这气氛多好呀，来再干一个，吹着小风，弄着啤酒，吃着海鲜，啊，下次多抓一点，下次多抓一点，嗯，哎，好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大美的记得给我点关注，这个做法你们可以试一下 ，perfect 完美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